这个我们切平一点，好看一些哈。这个切平一点，然后这个东西啊，就散掉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放一个 PVC pipe， 这样抓住，这样开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已经有一个 mark， 所以这个哈，我们就放进去，就保养这个。这个 foam 不够，我们还是留 foam， 可是还要放 PVC 在这里，这样抓住，保养了。